6月11日，张碧晨工作室在网上发布声明称，近日有相关用户在自媒体平台发布关于张碧晨极光演唱会上座率惨淡不实信息，并恶意抹黑，造成极为恶劣影响，并进一步表示，在此演唱会主办严重声明，以上内容为虚假谣言，并故意误导媒体舆论，其相关自媒体账号发布、转载、编造等恶意抹黑行为，已经严重侵犯艺人张碧晨合法权益，请立即删除不实文章及言论，停止扩散任何侵权行为。最后，他们还呼吁，再次呼吁广大网友、媒体、自媒体等，自觉维护网络环境，不信谣、不传谣，拒绝恶意炒作和抹黑行为。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非凡娱乐整理报道。